我发现中国舞的舞蹈演员，他们的身材真的就是非常的修长而且结实，他们称为自然肌肉。那他们在训练肌肉的思维呢，其实是大大的颠覆我们运动健身的这个理论。如果我们能够掌握自然肌肉的训练技巧，那就会是你走路也在练，你吃饭也在练，你工作也在练，甚至连你睡觉也在练。哇，那真的实在是太厉害了。那我要教大家四招怎么样打造我们的核心力量。其实它的重点就在于拉长跟强化。第一个呢，就是第三个动作呢，就是仰卧起坐。那我先做一个错误的姿势，你坐起来的时候你是这样子弯曲的。这一集它非常适合就是你想要有一个结实但是修长肌肉的人一起来尝试。